只在臣曰：归于归于也。吾党之小子黄简，非然成章，不知所以才之。那么，斐然成章啊，斐然成章，不知所以才之。此孔子周流四方，道不行而思归之叹也啊。吾党小子，自门人之在鲁者，黄简之大而略于世也。斐文貌成章，言其文理成就有可观者。才歌正也。夫子初心，欲行其道于天下，治世而知其中不可，其中不用，于是始欲成就后学，以传道于来世，又不得中行之事，而是其次。因为狂士志意高远啊，犹或可与近于道也，但恐其过中失正，而或陷于异端耳，不欲归而才之。那好，我们先看这一章。对了，刚才有同学说哈，下课时候跟我讲，他说宁木子中哈，对不起，我们先处理一下前面这个东西，再回来。说是存身以求济大事，所谓后说哈，是不是有可能是讲说不仅是成会求免身啊，而是存身以求大事的意思。可是因为这个或说他这个，你看这个逗点一路下来，谓之愚者，乃其韬晦成名，不是不是贤智，不是什么意思，到存身以求济大事也，对不对？它是一个逗点，就是整个是一句。后说应当是不会是只求存正以求济大事，大概是这样。那所以我始终觉得这个事情很奇怪，呵呵，因为又没有活前说啊。那这个后说如果只是说是求存正以求济大事，而不是说只求成会，也怪，因为这是后说。大概是这样吧，好，我交代一下。好，那我们回到这一章。那子在臣曰：这个的文意啊，没什么问题。那我们值得注意的地方是，夫子初心啊，欲行其道于天下，所以周流四方啊。所以儒家的本怀当然是要关切政治的，周游列国，孟子也周游列国，不跟诸位讲。如果没有这个本怀，其实不是真正的儒家，要明白这个东西。行道就是要救济天下之人。那孔子这些学生干什么的？都是从政的。就中国历代的这一个儒者，所谓士，士本来是贵族的最低的一个阶级，那士君子、士大夫，那他做这个事情本来是他就是关心政治的事情，历代如此，本来是如此。我们后来讲这个儒家道理，好像只是在讲一些道德仁义啊、伦理教训啊，这个种种。比较后来的这个讲法，宋以后比较这个说法多一些，清朝人又不能够好好的上政治，民国以来的这些儒家更是边缘化了，
只能够讲一些啊，仁义道德的这些事情，所以就变成是很边缘的。但就儒家的本怀是，他还其实还不光是修齐治平呢，啊，他治平为先的，我坦白跟诸位讲，这是他的一个特殊的一个任务。那到今天来讲，是不是这个事情就没有了呢？其实未必了。这个简单说是没法多说了啊，因为我们现在都认为说第一民主政治嘛，是不是？那就不需要有这么一群特别要讲政治的人。第二，这个有政治学的人嘛，对不对？那中国大陆上有这个有这个党员嘛，对吧？都轮不到你嘛，轮不到你，你也归不了你管，就不该管的呢，未必来嘛，未必来。这个如果说按照我们现有的民主政治或者说某一种政治就能够没问题的话，那确实大家也就不需要特别怎么去讲这个学问了啊，那恐怕问题还不少啊，所以还是必须要讲的，大致如此。所以儒学的本怀就是要讲一个种孔子讲无道一以贯之，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这个道德修养方方面面一贯的这个道理。那如果我们反过来讲，今天这个世界上有没有这么一个好的道理呢？是不是我们今天这个世界是有道之士呢？就是有道之士那也不必了，是不是？就是我们现有的方式就够了。我从年轻人就不觉得我们是活在一个有道之士当中，所以我一辈子在研究这事儿。那研究这个道是怎么样子啊？简单跟诸位说。那至于该怎么样，那就慢慢说了啊。那我在很多其他地方都在谈各式各样子的政治啦、社会啦、啊、学术文化的事儿啊。自视而知啊，其中不用也。那周游列国那是还是中不用。孔子有道理，他有本领，大家不用，这个是悲哀的，没办法。或自古以来的啊，那古今中外都这样。西方叫先知是寂寞的嘛，对不对？那这个中国传统孔孟都不得大用啊，但是影响千秋万世。所以一直到后世，因此啊，真要坚持这个道理，一般人不容易明白的。一般人说实在，就像我们今天也是一样，他所有兴趣的只是他看得到的这些现象，眼前的问题，他那个看得浅，所以只要能够好像能够眼前帮他解决问题，他一窝蜂就上去了。两岸都这个样子，台湾现在有流行的一大套的说法，中国大陆有流行他的说法，对吧？这流行的东西恰恰不同，也很有趣。那哪一个是有道理的？这个都恐怕都不是。流行的东西都不见得是有道理的，但也不是完全没道理，有它一定的道理，但不是真正的就近的道理。所以你真要讲一个彻底的道理啊，自视而终，其终不用也。那诸子也一样，臣子也一样，孔孟成诸子在世都不得其用，没办法。于是啊，始于成就后学，以传道于来世。所以啊，以传道于来世变成他的一个主要。那这个学儒学这点很重要，未必不希望自己的道理在当时能够用啊，能够济世，经世济民。但是没办法呢，那就是成就后学啊，以传道于后世。所以有人说儒家这个讲儒学的人都为政治所用，没有自己独立的学术生命，哪有这回事儿？对不对？从孔子开始不就有吗？说西方有个独立的学术传统，中国好像学术不能够独立，这个都似是而非之论啊。对，他有他一个很彻底的一个坚持嘛，哪里说他不能够有他的一个独立的一个地位呢？
啊。求道至于道本身，这个当然就有它一个独立于政治的一个地位。那只是他特别关切政治，跟西方学说那种高度的理想化、比较不顾实际不太一样。从柏拉图开始，是吧？这个不同。所以啊，那孔子呢，又不得中行之事而思其次。这个过与不及，狂者过之，倦者不及，你很难找到那种不过与不及的人。那思其次，以为狂士志意高远，又或可以近于道也。所以啊，狂简，他特别讲狂简，就是有志气的这些人，志意高远，或可以近于道也。所以年轻的人啊，要鼓励女人，当然能够中行最好，不得已啊，至少要志意高远。狂简，那么这个简是疏略，那个太琐细的不行，搞了一大堆细节小节的那个，这个不行。简，我们说雄才大略，雄才之人必是大略的，先来一个大的这个事儿。那但恐其过中失政，而或陷于异端耳，故欲未而才之也。过中失政，而或陷于异端，偏于这个某一方面，是隐含的，好像有老庄或者说是那种避世，应该讲佛老的避世。当孔子那时候还没有佛，乃至于没有庄，对不对？就未必有老啊。照孔子照于今讲，但简单讲是可能，避世或者这个或者危急啊的这种说法。异端，这边特别用异端这两个字蛮有意思的。宋朝人讲异端往往是这个意思。那好，前先这里讲这个子在臣史记啊，是记载就是说鲁史啊始招冉求，求将行，这鲁国人叫这个冉求，冉求后来官做了挺大。孔子曰：“鲁人交求，非小用之啊，将大用之也。”是日啊，孔子有归于之谈，这讲他的时代时间的背景。就结果，鲁人呢、看中冉求，而且准备大用他。孔子有归于之谈的。那孟子冠章问曰：“孔子在臣，何事鲁之狂士？”那为什么呢？鲁之招冉求，将大用之，冉求未足当大用啊，故孔子啊，弃欲归而与门人，与其门人一家讲明之功，说他日终有能大于世者，否则亦已传道于后也。这是加上一个特别的时代背景。来讲，那，就是这是一个特殊的时代的，就是要招冉求，可是孔子明明知道冉求不足以为大用，所以啊，想要带着这个门弟子啊，马上回去讲求之，说翌日啊，也可以能够有大用。这个狂简，孟子冠章问孔子在臣曰：“何归乎来？吾党之事狂简，进取不忘其初。是狂简即为有志进取啊，不忘其初者。”是以孟子的话来解这个孔子《论语》这一章。所以在解经是很不容易的事情，
也很谨慎的。说孔子周游在外啊，所如不合，在鲁之门也呢，出之不衰也。这是一个说法，意思就是说，两个说法，一个是就是狂是自大，简直疏略，就是自大而才学尚书之人，这是一个说法，简是指的疏略，这跟前面讲的，这个疏略也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解读。我前天这边讲的是才学尚书的意思，那另外一个说法是说引孟子的这个话，就是在鲁国还有很多不忘其初的、出之不衰的这些门人，我要回去教他。那前先说这个不专指在鲁之门人，特意归而一求教育讲于之公耳，所以不取后说。基本上因此取了前说，意思就是说不专指在鲁之门人，倒不是特别回去要教鲁不在鲁的那些不忘其初的门人。那至于狂简，这个简是疏略，这个疏略到底是才学尚书呢，还是大略的这个意思，可能两个讲法都可以，因为本来一说简就有大意嘛。简是大略，所以我取的是这个大略的意思。我是觉得狂简，与其说他才学尚书，不如说这个才学是大略的意思，大意。狂简，至于说是不是专是，回去要教在鲁之门人，所以不放初心的这个倒不是，这样明白吧？进一步的辨析。那么，斐然成章是讲这个还不知如何剪裁，不知如何裁之，这个是剪裁。他有他的这个，像年轻人有很多的文理成就。有很多的这个种种的这个想法，那这个但是要剪裁，那这个剪裁一个另外讲法，如布帛，自成章未剪裁，人无确切之用，这个剪裁有很多种说法了。前面这边讲的是说要剪裁成适合的用途，这是一种讲法。另外一个，这个剪裁可以说，年轻人的想法是枝蔓的，不确切的，这里有问题，那边好的，那要适当的剪裁啊，是不是？所以剪裁这边主要讲的是知成章而未剪裁了，当从前解，大概这样子意思。那这个还引为另外一个说法，斐然成章说是做编辑，是这个所写文章，不知所以裁。斐然成章说是要裁之，是要去裁成他的著述，说不对啊，古人没有私家著述，这不指的著述，这个指的意思一定是指的他的这个他的怎么说，这个人的整个的展现出来的样子，所以是斐然成章，是他展现出来的样子已经很有个样子，已经文采斐然了，但是还没有好好的剪裁。至于剪裁，我刚说没有两种解释，一个是剪裁成衣服一样，另外一个就是把一些枝蔓的不当的地方赶紧剪裁，这两个也可以相通的。所以子在成曰归于，归于这个
虎胆，这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才子。这文章也写得好啊，虎胆这小子狂简，所以文言的美在这个地方，狂简啊。这讲年轻人说狂简这两个字很有意思嘛，有大字人前都这个样子啊，都有点狂，然后简啊，大略，对吧？这个年轻人讲狂简这两个字好，斐然成章，已经蛮有个样子了啊，有才气的年轻人，蛮有个样子，斐然成章。但是呢，他做起事情来啊，常常过于不及啊，这里好，那个地方就出问题。要好好裁剪裁剪，是不是？这是一说。另外一个是说，他我有一些才学，可是还不知道怎么样做成衣服，做成一个真正能够适用的，是不是？那裁成衣服，那也行。进一步你说，是吧？要裁之。那孔子也没有明白说怎么裁，那反正就是，要依旧他所需要的来裁，就是文言美在一个地方。懂是吧？这个才字啊，什么叫文言的美？就一个字啊，寓意丰富啊，包含广大。那这个字啊，一字不可以改的，不能动，一改就没那个味道，这就是它的美，懂是吧？你换一个字就不对，才字用得好，不知所以才字，这就是古人的思维方式，狂简啊，狂而简，你可以想象那个感觉，对不对？裁，年轻人需要裁剪裁剪，没错，就这个意思。你也不必把它讲死，到底是裁成衣服还是裁起不当，这都很难说了，就是个裁字嘛，懂意思吗？啊、武当的小子狂简，斐然成章，文言是很美的，所以慢慢读这个经，要懂得这个文言的优美。然后它蕴意深广，这种的文字是跟西方文字截然不同，西方文字喜欢把讲一清二楚，人生的很多事情没法讲一清二楚，它是一个整体的感觉，这懂意思吧？你们如果读西方的古典，他就喜欢把事情讲一清二楚，每一个定义，每一个条件啊。一句话一堆条件子句的，这个从希腊时代就这样，我们古人不这个样子的。那我是觉得这个中国传统的这一种论述的方式比较能够传之久远，包容广大，就是懂的意思吧？你把它已经讲进经二主义一大堆子句一大堆的那个定义啊，其实它限制住很多的东西，这里面蕴含无穷。好，这段有问题。老师觉得今天的年轻人要怎么裁？尤其是那种台大的那种高那种研究生那种，自以为志气高大，可以做任何事，要怎么样好裁一下？志气高大人不多了。那第一个啊，狂简之类，一般来讲，现在志气高的人并不太多，也还是有之，还是有之。我在台湾呢，目前的情况来讲，小确幸比较多一点，对不对？那如果是狂简的话，那就要看情况了。每个人狂的方式不一样，有道理的就帮你留着，没道理就裁掉，就这样。要碰到师傅就这样。一般来讲，年轻人狂的时候，要好的地方鼓励有问题方就要跟你讲明白，这才会将来才能好好的进步。好吧，有没有其他的问题？能够中行最好，不能中行呢，
那孔子很欣赏狂简，对吧？但如果发现自己已经有狂态，自己要禅意一下啊。但如果发现自己这个太保守了啊，那要加点教，懂吗？大体上是这样。有问题啊？这个狂可不可以作为是那种老师上次说那种骄傲？就是、不一样，狂是骄傲不同。对，狂讲得很清楚啊，自义嘛，志大，志向大。有人骄傲，很骄傲，但是志向并不大，这没有必然的关系。成德达才都可以啊，要根据他的特性，懂吧？人有高矮胖瘦啊，性情也不一样，对不对？财神力主不同的，对吧？不能说财神一样的，不是这样子。成德达才，成其德，达其财，每个人的德不一样，要顺着他那个。个人不同，每个人毛病也不一样。每个人好处不一样，要发挥他的好处，去掉他的毛病，他就能够成得大财。不是没有一个固定的一个做法，固定做法不行的。所以这师傅很难做哎。你必须要怎么做呀？就你要尽量了解一个学生，根据每一个学生来定做。那据说我们课堂上在大堂上的讲的是一般的道理。一般的道理碰到每一个人的时候，有的时候不竟然都适用的，是吧？我一开始跟诸位讲，只有仁义礼智信这五个字是到什么情况下都适用的，其他的这一句啊，它有它的一定的背景的，懂吧？明白这个道理吗？啊，儒家的道理是个活的道理，人生是个活的人生呐，啊，我们一般文也是如此。这个并没有错误。比如我们说狂简，我说如果你觉得这个自己的这个太拘谨保守了，不妨狂一点，这是一般而言，对。那你不要回去说，哎呀，糟糕，我回去要学个狂态，学个要狂一点，那就学不会了，那也不对了，啊，这是你这个晦气意哈，要顺他的那个，这成其德，达其财的。这个就是，这个、中国传统的这个思维，它是这样的，啊，他永远在讲这个根本的道理，所以这个根本的道理才能够应万事万变嘛。人生是充满了这个变化，所以在家族啦、政治是以前最主要处理的事情，这个复杂的很嘞，是不是？啊。每一样事情要横情论理，没有说一定死法怎么做，所以只有这几个根本。就是《论语》的好处就在讲啊，他其实都在讲根本道理。我们现在讲到《公冶长篇》第五了，前面四篇讲的都是根本的道理了，啊，现实上这些道理在运用了，这种情况底下的运用，但是运用的时候你不要离开那个根本的道理。这才能避免教条之弊，啊，所以要不要学生切记学了个教条，啊，学了个迂儒，有没有？更糟糕，成个腐儒那是糟糕的，啊，迂阔这不行啊。它是在一个仁义礼智信的基础底下千变万化的道理，啊，因时因地因物皆不同，要明白这个事情，啊，要仁也智。看事情要明白，智就是这个情况要搞清楚，出于一个人心，情况搞清楚就能办事儿。所以你知道我现在这样讲，比如说我讲这件事情，我说古今之间无碍嘛，对不对？啊，
从几千年前到今天，这个道理通的，并没有什么讲不通的地方，明白意思吗？啊，孔子这些就是孔是谁发明的？仁是孔子讲的，义也是啊，是不是？啊，礼智信，这都是孔子看重的。孔子尤其看重仁跟智跟仁跟礼的两个，特别看重。懂了这个道理，千变万化，人落在各种事情上该怎么做怎么做，有没有问题啊？好，没有，我们再讲一章。子曰：“我以孰其不念旧恶，便是用心。”这个话很值得我们要学。我以孰其？孟子称其不利于恶人之吵，不与恶人言。他不利于恶人之吵。坏人这个朝廷不在那里，不与恶人言，不跟一个坏人讲话，他很捐介，受不了，轩然立，机关不正啊，汪汪然去之啊。你看这个，跟轩然在里，那个官没带好，不跟你在一起，好像要被你污染了。其戒如此啊，一若无所容一啊，好像他这样子的人啊，那无所容一，那岂不是无所容吗？无所容一是不是到哪都不行呢？然其所恶之人啊，能改即止，故仁义不甚曰之。所恶之人能改即止，不念旧恶。那么，这个你是做错了事儿，能改，我就不再去跟你计较了。不再跟你计较，这个很重要。那前先这里说。旧恶一说，人恶能改，即不念其旧一说，是恶之即怨之，旧恶即宿怨，不念旧怨，不念旧的怨，那这两说都可以通的吧？那么怨是用心，所以啊，别人呢、也很少这个怨是用心有两个讲法啊，怨心少一，就说怨是指别人怨二字，别人故仁义不甚怨之也。这个就说恰恰是朱子的说法，别人不去怨他。那么，可是啊，如果是这样，旧恶应当是不念旧怨，所以啊，别人也不会来怨他。意思就是说，我过去跟人家有什么怨，我不再去记了，那别人呢，也就不怎么来怨他了。这怨是用心。所谓旧恶引入第二节，旧恶就是宿怨的意思。可是前先这里说，我仁与又寻啊，伯夷孰其求仁得仁，又何怨？说此处亦当解作二字，不自不怨，自己不怨。他改成这个不光是少的意思，如老子听之不闻曰奚，就未见。二十九怨之极啊，
那就是说看不到他们有怨。孟子曰：“伯夷甚至亲者，又称其不利于恶人之朝，或与恶人言。”他是甚至亲者，他这个恶恶言啊，武王发咒，恶子由非，恶子之于是，但少可其义者。他能不念旧恶，所谓朝有过，夕改则愈之啊；夕有过，朝改则愈之，则心清明无挚爱，故虽少所可义，无所怨。如孔子不怨天，不尤人，乃恶子己心不自不怨也。那这个讲法跟朱子不一样，意思就是说，啊，是人的恶只要能够改，啊，不念其旧，这个朱子这边讲的其实也是恶能改，对不对？可是前言这里的意思说，重点在于不念别人的旧恶，他过去有问题，改了就不再记了，啊，朝有过，夕改则愈之；夕有过，啊，朝改愈之。也就是说，像伯夷、叔齐这种很亲的人呐，他举目所望，大家都一堆毛病的，我意思吧？他其实有这样的捐戒之类的，啊，我们说有道德洁癖吧，对，类似的意思啊。可是他看你有这个过，看不下去，你改掉，他不跟你计较，对吧？不念你过去曾经有这个，这个人的心里干干净净，其实这个意思啊。所以旧恶有两个解释，一个是不念别人过去的恶啊，怨事用息，因此啊，他心上少有怨，过去就不怨了。是这么个意思，前先取这个意思，啊，因为前先解《论语》有个特色，他喜欢就，我们自身的这个心性上的这个德来讲，啊，所以反求诸己的意思，啊，都在自己心上，所以他说他的心啊是如此之，其实叫做干净，好吧？他固然很多事情看不顺眼，啊，你改了我不计较。好吧，你要有那个问题，我就不想看，我不理你，我避开，好吧？哎，有人是这样，他是求个干净，求个干净，而他心中也少有怨。你说这个求的干净，不到处看，不难过吗？不，反正你有问题，我不跟你，我不来这个，你我不想看你，我也不跟你在一起，啊，你有问题改了，哎，我很高兴。哎，我可以跟你来往，这样人心里不是干干净净吗？啊，心上也少有怨，不怎么去怨人的，啊，他不怎么怨人，这是前先所说的。那前先认为，照朱子的讲法，应当是旧恶是变成旧怨的意思吧？啊，因为你自己不记别人的跟人家的这个怨，不见旧怨。所以别人也不怎么怨你，照朱子讲，古人亦不甚怨之。他说不甚，不甚不是说都没有，啊，这个人的这个怨是心为感应的，你一直怨他，他也怨你，那么怨来怨去，就是国民党跟民进党，那不是怨来怨去吗？啊，就是这样，你怨我，怨你啊，越来越凶，越凶嘛，懂吧？啊，那现在香港跟中共也在越来越去了，你怨我，怨你，越凶，啊，不念旧怨，过去的事情就算了，好不好？咱们底下重新开始，哎，这样子怨是用心，怨是少很多的，这也不容易。这两个讲法我觉得都挺好，啊，都挺好。那我们再回到这个，我们来换位这个。文艺子曰：“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事用息。”不念旧的恶，旧的恶他不去想，怨事用息。我觉得两个都可以通，啊，很难说一定是哪一个。
意思就是说，你一个人只要不念旧恶，不管是你过去的恶还是过去的怨，啊，过去了就过去了，啊，我不去念它。至于是不是能改即止，我觉得这个能改即止朱子家的，从《论语》也没这么写。反正我不跟你计较，我看你不好，我可能说你，我可能行为上去觐见你，比如说我一出去觐见五王八咒，对不对？发完了之后不去想这个事，怨事用心，心里自己也少怨，别人也少怨他，我觉得两个都通，可是吧，这两个朱子讲往前讲都通的。做人是要这样，我知道有一些很干净的什么，简单讲，他的心里容不了这些脏的东西，他不喜欢，他心里干干净净，这样人其实不少，我们的文青当中也有一些，只是要彻底，这样人生不也挺可爱的，明白吗？我的老师辈中也有这样的人，他的一生干干净净，那这样爱就是爱这个道德上的干净的人，你看他的这个，就是他看到别人不好的，他受不了，很难过，他要离开，他不能跟你在一起，他受不了，他要离开。离开之后，他不去想你事，那你的事儿我不管，我不去过你的事儿，这叫做亲，甚至亲嘛，那是吧？这是一种个性，有些人这个样子。对吧？你们多少有碰到这样的人吗？不念，但是孔子怎么说？这明明是甚至亲啊，特别称赞他不念旧恶，便是有心。这八个字下得多好，是不是？他虽然亲，可是他不念旧恶，所以诸位要知道，如果自己的个性是属于亲这一流的人，要学到不念旧恶，那你就愿事用心了。自己心里也少怨，别人也少怨你，有的人个性轻，懂吗？这个不是绝对的，用心是少的意思，那你要倒霉了，当然还是被他怨，那就认得呗。但至少会少很多，真的会少很多，懂吗？这少很多，能少很多就不错了。这是讲人的性格，如果是轻的这一流的话，有个甚至和者，甚至亲者，甚至任者，每个人不一样，这是甚至亲者这一流，要不念旧恶，越是良心，这个我们该学的，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一些道德的一些坚持跟爱好，然后你看到违反他的人心里有不舒服，对吧？好像觉得这个脏兮兮的难过的，那如果你是这一种发心的时候，要懂得不念旧恶，懂吧？是他的旧恶，不要再去追究。然后今天继续这样，那你当然看来还是难过，那是另外一件事情，过去就是过去。现在还有，看来还是难过，那是亲。那性格每个人不一样，每个人性格不同，这样明白吗？所以你如果常常看很多人很难过，你出于一种道德上的，一种爱。好洁的，爱干净的话，那你就要学这个，不念旧恶，便是有心，多好啊！十二个字，清清楚楚。你不觉得这种文言多美啊？博一书气，不念旧恶，便是有心，这文字极好。孔子当年讲话，当然也不会只是就讲十二个字，他一定我想讲了许多，讲了故事，讲了许多，那最后重点。十二个字，这叫文言啊！博一书气，不念旧恶，便是有心。非常美，非常美的文字。好，有没有问题？老师，我是想了解他里面一直反强调那个守规矩的，他到底要怎么样？他是怎么样看那个什么？他的守规矩是表现出一种。他看经典独特的显微产优的意思就是把一般人看不明白的这个道理把它讲明白，譬如说
这个就是为呀，不念旧恶，越是用心。一般人未必看得明白啊。就孔子这么讲哦，我们大家都觉得，那孔子不这么讲，大家不见得知道伯夷叔齐的他的德性，除了亲大家都知道他亲，他好在这个地方，是吧？这不就显微采用了吗？啊。那讲宁武子也是一样啊，宁武子一生有很多的事儿啊，对不对？这当时知名的孔子讲的是他的德性，邦有道则治，邦无道则愚，其知可及也，其愚不可及也。这叫定评，懂吧？定评要有大智慧，这个是不容易的啊。比如说今天马英九要怎么定评，啊，蔡英文怎么定评，这几个怎么定评啊？这些历代。这个一般人都乱评一通啊，对吧？网络上100个人就有120种意见了，胡说八道一通啊，这都不是定评。要有一个，君子人也啊，智慧通达，啊，这个德性中正，才能够有定评。后世回头来看，就回来说哇，讲得好，当时人是胡扯，这乱插一通的。明白意思吧？所以圣人定评，什么叫圣人？圣人就是在这种错综复杂当中，他直指幽微，讲到根本的地方，讲到人生的根本，讲到做人的根本。这个事情不容易的，你不懂得人生的根本啊，就像我们现在一般人，人生乱乱糟糟的，很混乱的。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搞不清楚。我看现在乱得很啊！现在一般人的想法乱得很，乱糟糟，一团乱麻。啊，也不肯读经，又看不起古人，只觉得自己现代人好像知道很多，一团乱。而且中西的古人都不敢做。只看到自己时代，然后自己这个当代乱七八糟。我没看网络，我也蛮脏。我是上网络上看看嘛，就开车看看哦。等红灯走，咱们看看。真乱，各种言论还真乱。我常常利用这些零碎的时间来看电视。我知道很多事，我知道只是当前发生大部分的一些重要事，我都知道。啊，流行的事情我也注意。一些零碎的事情很乱，我看大家脑子都乱了，不懂得人生的根本。什么人生的根本？哎呀，里面多读天下最好最有智慧的书，然后多付出实践，那么就会明白了。这个事情哪那么容易啊？太困难。嗯，好。这种旧恶会不会不只是对的？针对一个国家的，都有过去。例如说，以前这个国家是76，所以我不念旧了。这样可不可以？这样可不可以？我刚才不是举了两岸的关系啊，或者大中共跟那个，乃至于比如讲中日之间啊，是也可以这么讲的。但是这个东西呢，跟个人不一样，复杂一点啊，这个。运用的时候要谨慎，这里主要是讲人，啊，一定程度上是可以的，但是不要死套，啊，国家也是复杂的东西，或者一个一个的这个政治体中间有的复杂的这个问题，好吧，还没问题。没有，今天就到这里啊。Okay.